阮的菜园啊啦，还未收到阮的菜园啊啦。啊，你去找徐董、啊。在等我。你要去找徐董哦。哎呀，明天是徐董。好等了。八点准时到。好好。这是什么舞蹈？炮弹。神歌舞。神歌之舞。猴舞。哎，慢点。对，还有灯，之前人家还有个灯在这里。哎，我要车，我的有车牌。哇，那古董。我小时候做的，那以后就变古董了。我开咖啡店就变我的古董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会把我的那个超跑。以前我是第二个小。一台十几万了呢。对啊，要。这个摆在店里面要的。以前我是骑着三脚架的。脚伸过去这边、啊，然后这边侧边的，侧边，因为太小，那个发电筒，发电的那种，对，他们插的，前面的电灯会亮的，对。好来，快点，马掌，马掌，给我捏捏，马掌，有人要买马掌无？来，他们，我走了，我十四楼了。看一下你爸在报名啥？对了 ，OK 了 ，OK。没有林立言呢？马掌，马掌。我眼前这位怎么这么帅啊？对了，这个程度，这是新来的那个艺人吗？哦，我帮你挂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大哥。对。哦，不要穿外套，千万不要，就这样子。这样子吗？然后对，然后就这样，有点高，弄这个。Oh yes。咦，你这样子穿奇怪呢？不会啊，年轻人都这样穿。你确定吗？那不是啊，年轻人哪会这样穿？意思我是老人就对了。对，好了，我是中年轮了。中年轮，他是中年轮轮呐。台湾轮。三个礼拜没有跟人家按摩过，我们停了休息三个礼拜，啊，三个礼拜，小按摩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就每天想着你，我就撑过来。所以是用意念吗？意念。老师，我之前都不是帮你按的呢。好，所以都是别人按的。那之前帮我按的都不好。老师，哎，我妈就说，哎，就在拍啊，哎。可是之前是按你老师哎，是小安哎。看你看清，都看心情了。哎，老师，你刚刚说安妮老师什么？他看我是看心情，看心情。他每天看我都非常的顺眼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都会帮我按摩。我说这三个礼拜啊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